给我瞄准了他。哦，美国两米特种兵拳王来华嚣张踢馆，结果惨被中国巨人杀手一拳打飞在地，紧接着更是乱拳当场打碎头骨，险些当场身亡。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是为您带来一场非常精彩的中美一局。好，我们看两名选手的身形差距呢还是非常的明显，对方呢美国特种兵拳王卢卡斯在身形啊、身高和臂展上都有着巨大的优势。那么目前对方呢美国特种兵拳王卢卡斯在我们中国擂台已经是13连胜，也就是对华不败，这也使得对方的美国特种兵拳王卢卡斯相当之猖獗，在媒体发布会面前更是当众羞辱我们中国选手中国人。你们中国人在我的面前就是一群矮小的瘦狗，就算你们跳起来也顶多只能打到我的膝盖，而我只需要一低头就可以一拳打爆你们的狗头。好，观众朋友们，我们也看到了对方美国特种兵拳王的嚣张，他是仗着自己人高马大瞧不起我们中国人。那本场比赛我们中国的巨人杀手张志磊的师弟李龙霸气出山。好，比赛开始了，看一下红方选手李龙是一个中国的胖小伙啊，他人送外号巨人杀手，因为他啊在这个我们国内啊曾经打过的比赛啊 90% 以上都是以小博大战胜对手，可以说被称为这个巨人杀手。好，那蓝方选手就是美国的特种兵拳王身高2米的卢卡斯。那么对方的卢卡斯在美国最牛的部队啊，也就是海豹突击队当中啊待过5年。对，很明显的，李龙的话，他的这个双拳的实力还是在的。他在目前的施展更多的腿法，但是对方就一上来这个高扫腿，说明双方对方的这个技术还是比较全面一些。好，李龙，哎呀，李龙这一拳呢是摆拳被对方给防住了。而且我们看到卢卡斯今天的这个战术运用非常的灵活。这场比赛的话，一定要小心对方啊，卢卡斯的飞膝，因为对方是练习多年的泰拳。他的飞膝很厉害啊，在过去的中国的13场比赛有8场他是用飞膝啊 KO 我们中国选手。那我相信小胖啊在比赛之前应该也是有所准备。你看他的头部的腰闪是吧，这个卢卡斯是灵活。哎呦，这个后手拳很危险啊。好在这里头特别自己的头部的防守。好，又是一个飞膝。但是小胖啊，李龙的防守还是非常的不错。虽然说我们看李龙今天在身形上有着非常大的一个劣势啊，但是这种比赛呢，尤其是重磅级别，那像李龙这种选手可以一拳啊，完全有机会啊，可以秒杀对手。而且李龙在此之前他的实战经验啊，包括以小博大的经验很丰富。那现在前手刺拳在不停的点着李龙。啊，李龙是卢卡斯，哎，卢卡斯确实打得很聪明啊。是的，而且他的前手刺拳的速度也比较快，卢卡斯。这个卢卡斯有他拳击的基础，嗯，啊，他的刺手那个前手的刺拳，他的点击，而且力气很强。对了，他前手刺拳，他的上勾拳都是这个拳击技术的体现啊。李龙的正蹬，哦，你看这个后手，后手打中，嗯。好，最后的时间，双方第一回合还是以试探为主。实际上很多外国人都认为我们中国没有重磅级啊，或者是大量级的这个选手，但是实际上啊，有很多优秀的啊，比如说奥日格勒、张志磊，包括今天我们在场的这个李龙啊，都是我们中国非常出色的重磅级选手。好，没有错，观众朋友们，比赛第一回合已经结束，打得非常非常的精彩。双方在第一回合的这个整体表现啊，还是很不错啊。那么李龙面对一个身形比自己大这么多的一个选手，他还是很稳啊，没有说，因为对手啊打得凶啊，我们而怕对手。你看，对于距离上的把控呢，李龙也是很精准。对方的卢卡斯在美国的海豹突击队当中啊待过5年，那这一次来中国体育馆呢是横行霸道，猖獗至极，而且据说他还荒淫无度。每一年把大部分的这个钱啊都投入到了这个找女人这件事情上啊。据说他当年的退伍费啊，这个刚退伍不到3个月啊全部花光。好，你来看一下双方第二回合的精彩对局，观众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他的这个
已经有一个预防动作了。哎，上勾拳，他这上是两次打空了，对，距离没把握好。哇、哦啊、现在李龙怀疑一个高扫踢啊。好，这场比赛温馨提示一下观众朋友们，在观看的时候呢千万不要眨眼啊，因为重磅级别的比赛呢稍不留神啊就有可能会 KO 啊，所以说这个比赛如果你眨眼啊就可能会错过这个精彩的片段。好，我们看李龙的进攻打得很凶，完全把压制力给到了对手。啊，现在双方的节奏们的变缓了，李龙也是一个假动作的高扫。李龙啊，小胖的这个拳呢是非常的重，据说他的这个重拳能打到八百斤以上。哦呦，哇，这一拳我们看，对手站都站不太稳。现场的裁判送给了对方一次读秒啊，我们看对方的表情，还是有点懵啊，因为没有看清楚什么东西飞过去。那对方啊很擅长这个飞膝，那么李龙呢也是抓住了对方啊飞膝的一个机会，一拳把对方干翻在地。给机会了，但是不要急，不要急。对，对方的前手刺拳的穿透性还是在的。哇，后手大轮摆，啊，过来一下，过来一下，对呀，过来了，哇，连续进攻，裁判，哎呦，观众朋友们，那再一次读秒，那么裁判是终止了对局，因为这个比赛呢，如果再不终止的情况下，对方啊，这个卢卡斯啊，有可能会身亡擂台。好，真不愧是巨人杀手。本场比赛我们中方选手李龙的表现非常的出色啊，连续的多记重击打翻了对手。第一次重击呢是对方飞膝啊，然后被我们打飞出去啊，那么第二次的话是连续的重拳，现场裁判不得不拦啊，如果再不拦的话，可能啊对手的脑壳那就不是脑壳了啊，可能是一团浆糊。加拿大花100万聘请拳王来华，无视规则调戏中国小将。你打我啥？你打我啥？小兔崽子，他反了你了！美国特种兵在擂台上狗眼看人低，疯狂挑衅中国小伙，小伙当即霸气回怼，更是乱拳打了他狗血淋头，险些当场身亡。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为您带来的是一场非常精彩的中美大战。好，我看一下眼前这个光头小胡子，长得好像乌龟精的这个家伙，就是来自于美国的特种兵迈克尔·罗伊斯。好，这个家伙是个特种兵啊，已经是36岁。没有错，他还没有退役，他还是美国的特种兵，只不过呢，美国这一次派他来是执行任务啊，是来打拳。在前对着媒体镜头，他更是当众大放厥词，表示了自己来的目的。作为一个美国特种兵，我这一次的任务非常的简单。就是把中国人打到磕头认输，如果谁敢反抗，那就打成植物人，我会让你们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好，观众朋友们，那这一次面对美国特种兵啊，嚣张的态度，我只想说，剑拔弩张又何妨，华夏何曾惧豺狼，神州遍地好儿郎，横刀立马斩列强。好，没有错，我们神州大地遍布好男儿啊，是不可能惧怕列强的啊，因为如今已经是2023年了，哈哈，啊，这帮老外还以为我们中国是100年前的中国啊！好，比赛开始了，我们仔细看一下，蓝方选手蓝色短裤便是今天前来挑战他的对手。哎，小心！好，蓝色短裤张文龙，小伙子皮肤黝黑，来自山东的一个汉子。好了，看一下这个大光头，脑袋发亮的，这个家伙就是美国特种兵啊！不是什么情况，发生了突发情况，对方应该是被打到了眼睛啊，被戳到了狗眼。那么中国小伙应该不是故意的啊，我们可能是有意的，呵呵，打的就是你的眼睛。好，我们看这个家伙一直在示意裁判，意思我们中国小伙不敢和他打。能看得出来，这个美国特种兵呢的确是非常的嚣张，而且比赛开始他是不断的往前推进啊，这个进攻意图还是很明显的。这场比赛要小心了，要注意的是，这是一场25分钟的大战，5个回合，每回合5分钟的时间。我们看张文龙是采取了一个游走的战术啊，小伙打的还是非常的灵活。
因为这是比赛的第一回合，我们还是要熟悉一下比赛啊，熟悉一下擂台。毕竟这里是啊，这不是中国。我们看对方的这个美国特种兵的胳膊呀，的确是很长。好，擂台上又发生了突发情况，对方应该是有犯规打到了我们的眼睛。那么双方比赛开始呢，互相打了一次啊，这也算扯平了。但是我们看，哦呦，这个家伙一脸无辜，看来这个家伙并不是当兵的，那可能他是个演员。好，我们看一下刚刚是如何戳到的眼睛。我们仔细看对方，哦呦，提前就已经准备好了这个爪子，对方他的狗爪子抓伤了我们的眼睛。那么在一开始呢，张文龙戳对方的眼睛，观众朋友们，很明显那不是故意的，而对方这一爪明显是在有意的去复仇，看出来这个家伙是个小肚鸡肠，一个非常卑鄙的人。好，这里检查已经完毕，我们比赛继续。但是张文龙今天还是要小心，因为这个家伙的确啊手段非常的卑鄙，能看得出来啊，他是一个能够为了赢啊不择手段的一个选手。双方在臂展上，我们的张文龙的确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劣势啊，所以说只能是不断的后退，寻求一些打反击的机会。我们看这个家伙的表情非常的多，而且面对我们的扫踢，他不断的拍击大腿，示意我们的张文龙的继续打。实际上在擂台上发起挑衅是美国选手的一个特点，而这帮嚣张的家伙总喜欢在擂台上挑衅对手啊，尤其是在遇到我们中国选手的时候，他们的挑衅动作非常的多。好，张文龙还是很稳，我们背靠龙网不断的左移右移，也不给到对方啊抓住我们的机会。哎呦，这个家伙我们看又再一次挑衅我们，他摆出了各种各样的挑衅动作，可以说很久没有看到这么嚣张的美国佬了。好，你看，撅起了屁股，一脸嘚瑟的神情，我们能看得出来这场比赛他完全没有把张文龙放在眼里。好，一回合还有最后半分钟的时间。好，你看对方还在示意裁判，打着打着就跟裁判说一句啊，说我们中国选手不和他打。那我相信屏幕前有些观众朋友们肯定也认为啊，这个张文龙的战术可能是有点过于保守。观众朋友们要清楚，这是一场25分钟的大战，并不是打得猛就能赢了啊，体能分配非常的重要。好的，观众朋友们，比赛第一回合已经结束，非常的精彩。中方选手张文龙打战美国的特种兵。好，这场比赛赛前张文龙不被任何人看好，因为对方毕竟是一个身经百战的特种兵，而且还上过这个战场，所以说这场比赛的话张文龙是不被看好的一方。但是在第一回合张文龙的表现呢还是非常的不错，
啊，他采取了一个非常保守的游击战。那我们中国人民和中国拳手呢，实际上非常擅长游击战啊，这是从我们这个骨子里和血液里流淌下来的东西。因为当初打这个小鬼子啊，我们在我们中国国内的时候，抗日的时候啊，就采取了非常多的游击战。好，观众朋友们，接下来看一下双方比赛第二回合的精彩表现，精彩的对局，观众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现场的美女，呵呵，她一直在点头啊，不知道再试一场。哦，这个家伙，呵呵，我们仔细看对方的这张脸，他是充满了非常多的表情动作。我现在甚至怀疑他可能是从某个电影学院毕业的啊，根本不是当兵的。哦，你看，呵呵，这个家伙还在模仿我们被这个失去重心的瞬间动作，看得出来他的挑衅动作真的是太多了。好漂亮，突然的反击。实际上张文龙他的拳是非常重的啊，因为他练习过八极拳。我们在中国有句老话，就是十年太极不出门，一年八极打死人啊，说的就是这个八极拳。哦，这个家伙又来了，呵呵，又在模仿我们被打晃的这个瞬间。好，你看，哦呦，呵呵，他到底想要干什么？他认为我们中方选手打得不够凶猛。不着急啊，凶猛的都在后面。本身啊，这个张文龙他也属于一个慢热型选手啊。好漂亮，头部的摇闪，对方的刺拳很快，但是就是打不着。好，这个家伙，呵呵，像个狒狒一样对着我们亲嘴儿。好，这场比赛对方的美国特种兵已经把各种嚣张的动作以及神情都展现出来了。我们看第二回合还有最后两分钟的时间，小伙子真的是打出了啊不同于他这个年纪的沉稳。哇，这一拳，哦，打了对方一个360度的转圈。我们看张文龙的话，状态应该是要反击了。好，连续左右砸击，前后手的大摆拳。好漂亮，这个转身摆腿有效果，对方明显是有点儿感觉到痛苦了。好，我们看张文龙连续的追击，再一次。好漂亮，哦，这是打晃了，有机会，但是对方的这个美国特种兵非常的油滑，我们看直接把比赛拖到了地面，来限制我们在战力上给到他的压力。而且这个时候我们看对方的狗嘴啊，已经被打吐血了。
apakah Teo bisa bertahan untuk melanjutkan hingga ronde ketiga? Iya. Kita lihat, keras pukulan. Masih keras.好，没有错，观众朋友们，比赛第二回合已经结束，非常非常的精彩，两回合的大战已经结束。那么双方这个比赛打的的确很激烈，哈哈，对方嚣张了很久，但是没有想到在比赛的第二回合后半段，你看，哦，这个家伙，瞪眼睛，撅嘴巴，甚至还扭屁股。那么在后半段，对方的张文龙，你看，哦，打的是不成人样了啊，险些被 KO， 甚至把狗嘴打出了鲜血。我们中国选手当中啊，姓张的选手，观众朋友都很厉害。你像，张伟丽啊，张志磊，张文龙，还有很多啊，比如说张立鹏，都很厉害啊，都是姓张的选手。好，我们看一下双方的比赛已经到了白热化的阶段，也到了今天最高潮的部分，今天的第三回合环下。好，我们看张文龙这里是拿到了对方的后背，有机会。对方的美国特种兵现在的话就是危在旦夕。非常的可惜，对方的脑袋非常的滑啊，要不然刚才我感觉应该是能做成这个降服。好，观众朋友们，看对方的美国特种兵，呵呵，这个家伙已经站都站不太稳了，而且整个人好像是喝多了一样，也没有了这个撅嘴啊，也没有了扭屁股啊，也没有各种脏话了。而且我们看现在对方的速度以及体能呢是有着明显的下滑，而且这一回合我们看我们的中方选手张文龙，他已经不再被对方压制啊，而是和对方呢来到了笼子的最中央，两人开始了拼拳。好，第三回合已经过去了一半的时间，那么双方在战力上的对攻啊，张文龙，我们的文龙还是要吃亏啊，因为这个臂展上的确是没有优势，但是我们的抗击打能力我们看还是非常可以的啊，吃了对方很多刺拳，不仅是没有受伤啊，一滴血我们都没有流。
哦呦，漂亮！欧志胜打晃了，连续上面的砸击，对方危险了，还在打，转身很快。这个时候要再一次尝试做降服，但是这个扣拿得很快啊，而且背部我们双腿在搭扣，这个裸脚我们看，哦呦，观众朋友们，对手拍手投降。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解气，非常的给力。我们看，对方像一条死狗一样躺在了地上。好，这场比赛我们的中方选手，我们看张文龙非常的开心，现场是跳起了舞蹈来庆祝。好，观众朋友们，这都是应该的，因为这是属于我们最终的一场胜利，的确打得非常的精彩。这场比赛的话，虽然说我们的作战经验可能不如对方多啊，但是我们采取的战术和应对方式，非常的好。今天也是成为了战争对手的一大利器。还是那句话啊，剑拔弩张又何妨啊？我们的神州好儿郎，我们横刀立马战列强。好，恭喜张文龙。那同时非常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好了，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高手是这是什么情况？拥有金钟罩铁布衫的武僧翼龙竟然被打到东倒西歪，连站都站不稳，现场裁判怕出人命，赶紧终止对局。见到武僧翼龙如此的狼狈，现场的女粉丝上台嚎啕大哭，伤心欲绝。然而就在武僧翼龙被 KO 的第二天，太极拳传人大弟子韩飞龙霸气出山，要把武僧翼龙丢掉的脸面争回来，要为中国武术证明。他是太极拳大师王占军的关门大弟子，年仅15岁就斩获全国太极拳冠军，他四两拨千斤，以柔克刚，击败过无数前来中国踢馆的老外。不管你是世界冠军还是不败王者，在他这里通通撑不过一回合。他就是太极拳实战第一人韩飞龙。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本场比赛，这一场非常精彩的中泰大战。没有错啊，中国的太极拳传人韩飞龙霸气出山。本场比赛的话是无论如何要为中国武术证明啊，要把武僧一龙的丢掉的脸面给他争回来。好，这场比赛他要迎战的对手呢，正是泰国顶级拳王，135磅的泰拳世界冠军沙玉郎。好，这个家伙的确是一个非常凶狠的角色。那么这场比赛也是将我们少林寺的武僧，号称有着金钟罩铁布衫的武僧一龙一脚爆头当场 KO， 仅用时不到一回合的时间。那么当时的武僧一龙是摇摇晃晃啊，金钟罩铁布衫全部失效，站都站不稳。那么现场的女粉丝也是哭的是梨花带雨，很伤心。可以说武僧一龙呢，把我们中国武术和少林功夫的脸面彻底给丢光了。因为赛前武僧一龙的是大吹特吹，在媒体面前啊，吹嘘自己的金钟罩铁布衫呢，子弹都打不穿。那么结果上擂台之后，那么沙玉郎用了一个高扫腿，直接是打穿了他的铁头功。好，比赛开始了，我们仔细看一下，红方选手，穿着黑色短裤的便是我们中方选手太极拳大弟子韩飞龙。那么蓝方选手，这个穿着蓝色裤衩的便是来自于泰国的拳王沙玉郎。和拳王波球、亚桑克莱以及消杀狂啊，他们四个并称为泰国拳坛的四大天王，的确是很霸气。双方比赛开始都是互相的试探啊，打的并不是特别的凶。沙玉郎呢，他是一个极具爆发力的一名选手，但是呢，他打拳，虽说爆发力强，但是也不莽。哦，漂亮，转身的边拳，再加一个劈挂腿。这是韩飞龙非常擅长的这个太极拳的招式，把实战结合的更好一些。在我们设计初期的时候，他刚来龙飞比赛的时候，他还会有一些很不太协调的传统武术的动作的，但现在已经进步非常明显。今天相对于韩飞龙来说啊，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啊，对方无论在实力以及名气上啊，都远远要大过自己一截儿啊。今天对于飞龙来说是一个不小的一个挑战。当然，如果今天挑战成功啊，也可以啊，这个一举成名。对的，但是韩飞龙呢，现在由于传统武术这个热潮吧，韩飞龙也是比较火的，而且他确实打出了自己的风格、自己的战绩，所以在网络上推广的时候，韩飞龙的点击量还都是非常高的。
双方刚才一个是后手，一个转身摆，都互有命中。那么韩培荣呢，这个在赛前啊，是因为狼王沙叶狼没有降重成功，被扣掉了一分。那么韩培荣就是有一分的优势在手。其实我自从认识这个鲨鱼狼的时候，他就这么胖，所以我很佩服泰国选手对于拳的热爱。但是韩飞龙的这个腿法绝对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他的这个腿功呢，是他最擅长的一个点。那么在此之前的比赛当中呢，韩飞龙经常用自己的舍身踢或者说是扫堂腿啊，来进攻他的对手。但是这场比赛的话，韩飞龙并没有去用他这个扫堂腿，因为据说赛前的话，裁判来了，舍身踢，这是韩飞龙最擅长和拿手的一个招式。刚刚说到啊，韩飞龙就来了一招，好漂亮，连续中扫，但是力道上来看啊，还是差了点意思啊。韩飞龙并不是很擅长这种中扫腿，他比较擅长啊，比如说侧踹啊、舍身踢以及扫堂腿。好，观众朋友，比赛第一回合结束，那您觉得双方选手打得怎么样？对方的鲨鱼狼呢，也是一改往常强悍的一个作战风格，那么对韩飞龙的太极拳明显是有所忌惮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啊，太极拳非常擅长四两拨千斤和借力打力，那么对方也清楚啊，对方打得越狠，我们韩飞龙会还得越狠，所以说双方选手在比赛的第一回合呢，也是简单的切磋啊，打得有来有回。实际上观众朋友们，韩飞龙今天的表现已经非常的不错了啊，面对20岁出头的一个小将，面对一个拳坛世纪霸王，能够这么的淡定啊，已经很厉害了。而且本场比赛韩飞龙不仅仅代表的是自己，代表的是我们中国武术，所以说他要把上一场比赛这个武僧一龙丢掉的这个脸面啊给争回来。好，比赛第二回合，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双方选手的精彩表现，精彩的对局。第二回合，为了培养这些自己属于自己的独自的明星吧，也不少把他们送到泰国去学习。对，正常是全民的拳法互相换拳。好，那双方在比赛的第二回合终于是有了一波换拳，但是双方啊都没有讨到什么甜头。比较小心，尽量是要避免和这个鲨鱼狼去拼拳，因为对方的这个单质量的重拳啊，爆发力是非常的强。那么一旦打起来的话，韩飞龙这边绝对是要吃亏。一定要发挥自己的优势啊，自己腿法上的一个优势。比如说他刚刚第一回合最后连续四个扫踢是抓住了那个时间点，泰国这个速度很慢，就几秒不会跑出什么，但是连续了四次的扫踢。扫踢还是有效果的，可以尝试再出一下。袭击，袭击，舍身踢啊，就是小腿挂到了鲨鱼狼这个颈部啊。是的，在早期的时候，韩飞龙的这个战术很聪明啊，打完飞膝之后立马进行搂抱，也是不给对方任何一个能够进攻自己的机会。好，再一次。通过不断的搂抱来限制对方鲨鱼狼在拳法上的一个进攻和压力。我们看比赛第二回合已经过去了一半的时间，双方依旧是有来有回。但这样打下去的话，还别说啊，韩飞龙在点数上，感觉好像是要略高一些啊。所以说，还是在中国打响了名气。对。韩飞龙呢，在备战期间呢，一直是在都江堰。我们知道，现在一月份都江堰四川那边就是阴冷阴冷，飘着雪。但是韩飞龙每天坚持去跑步10公里，那种外面寒冰，然后里面透着汗水的感觉，真的不是一般人可以忍受的。好的，刚才韩飞龙一个前手摆拳的迎击。哎呦，双方换拳有效果。韩飞龙队一定要把自己的前手撑出来，过去跟鲨鱼狼换拳。如果鲨鱼狼这次再不发力了，比赛的第二回合，韩飞龙也是一直在避免和鲨鱼狼去拼拳。因为和对方拼拳啊，绝对是不明智的啊。好，小心！好，这应该是一个滑倒啊，并不是击倒。好，我们看韩飞龙的应对明显是有一点点小吃力，但是问题不大，毕竟还是能够招架得住。
郝漂亮再一次的搂抱化解对方进攻，这个全伤啊也是非常之高。好，各位观众朋友，比赛第二回合结束，让我们闲话少说，直接把比赛转接到第三回合。好，我们看观众朋友们现场的这个，哦哟，有点晕啊，我这个人呢是比较晕球的啊，平时不怎么看球。如果让我和这个美女打一场啊，我觉得我可以用这个咏春拳法啊和她 PK 一下。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双方比赛来到了第三回合，一起来看一下双方的精彩表现。看一下这回合韩飞龙能否有 KO 对方的一个机会。那我们理性来分析一下，想 KO 对方啊的确是有难度。好，接腿后，哦，漂亮，接腿后的连续重击，韩飞龙是抓住了这个时机，空档抓得很精准。第三回合能够有回转乾坤的能力。从这个角度看，臂展确实很长。接腿挑摔，虽然说这个接腿挑摔呢并不是加分项啊，但是呢在气势上来说呢是非常有好的帮助。二有飞膝，但是挨了对手一个迎击，不断前手刺拳试探。韩飞龙今天的前手控制了距离啊，非常不错，这样让沙一郎几乎每一击是把整个身体扑上去的，为了以球重量嘛。所以打完一击之后，韩飞龙这个距离的控制会往往会让沙一郎的很多动作落空。好，我们来聊一下武僧一龙上一场比赛为何会输给这个鲨鱼狼啊。上一场比赛输给鲨鱼狼，只能说武僧一龙的太过于自满，太过于自大啊，没有把对方放在眼里。因为当时的这个武僧一龙说呀，播球，我当时输给他，只能说播球的运气好啊。所以说武僧一龙就认为这个泰国的四大天王啊都不是他的对手啊，所以说并没有把鲨鱼狼放在眼里。所以说呢太过于大意啊，所以说呢被 KO 了。说到底还是太狂了啊，非常的猖獗。那么很多人说武僧一龙是个假和尚啊，但观众朋友们啊，这个世界上只能说是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没有什么是太绝对的啊。到底是真是假，您自己心里有个数就行了啊。好，我们看比赛第三回合还有一分钟的时间。这一拳好重。泰拳手的这个远距离的追击能力很强啊。单个的拳加扫踢的这个跨度也很长，所以韩飞龙这个时候不要直接退啊，如果是退的话要两边侧。韩飞龙现在最近也是 WKFO 红的体育当中，还有现在的悍将，最近真的是水逆，他们的选手赵小雨包括图文东都是受伤啊，伤没有办法参赛。再一次挑摔，沙溢狼这会儿体重也有所下降啊。哇，双方真的火力全开了，但是真的来不及了。哎呦，下劈。比赛结束，自信。好，没有错，观众朋友们，比赛终于结束。那么这场比赛，年仅23岁的韩飞龙打着一个30多岁的拳坛老将，有着280多场战绩的鲨鱼狼。这场比赛的话，韩飞龙的应对已经非常非常的不错了啊！啊，本场比赛韩飞龙不仅代表自己，也代表我们中国武术，代表太极拳法。上场比赛，我们的少林功夫啊，武僧一龙的输给了这个鲨鱼狼。那么在国际擂台，尤其是在日本啊。这个媒体记者非常讨厌啊，说这个我们中国武术不如泰拳啊，说少林功夫不如泰拳。那本场比赛韩飞龙就是要把这口气给他争回来。那么在不被任何人看好的情况下，韩飞龙本场比赛的话也是和对方大战了3回合，并没有产生 KO。 但是我们看一下最终的一个判罚。现在我来宣布本场比赛最终裁判给出的分数。一号裁判30-28，二号裁判30-29，三号裁判29-29，没有错，让我们恭喜韩飞龙。哇，本场比赛成功的为中国武术找回了颜面。那同时也非常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好了，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注意看，这个白衣男子竟然想殴打中国选手，还当众给中国小伙一个耳光。在第二天的发布会现场，更是当众光着膀子，一脸谁也不服的模样，冲上来就要殴打中国选手，嘴里边还不断骂骂咧咧，要把中国小伙打成残废。这个嚣张至极的恶徒就是金在勋，他绝对称得上是最嚣张的韩国选手。不仅如此，他还是韩国的黑帮打手，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当众打人。无论在任何场合，只要他遇到了中国人，就会立马冲上前去进行殴打，完全不把任何中国人放在眼里。在媒体记者采访时，更是当众大放厥词：你认为中国选手的实力怎么样？什么一拳打死一个，中国人在我的面前就好像营养不良的猴子，我甚至怀疑他们连泡菜都吃不起。然而一向嚣张跋扈的他，这一次终于是踢到了钢板，惹到了中国拳坛巨兽奥日格勒。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本场比赛为您带来一场韩国人看了难受，中国人看了享受的中韩大战。没有错，眼前这个一脸嚣张一脸猥琐的家伙啊，这个大胖子就是来自于韩国的黑帮打手金在勋。都说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然而眼前的金在勋，他曾经公然表示自己打拳完全就是为了合法化的打人。呵呵，观众朋友们啊，这简直把嚣张至极展现的这个淋漓尽致。赛前更是狂言说，这个打我们中国选手啊，一分钟就可以打废一个。哦，这个家伙怎么可以这么狂啊？没有错，因为他是一个混黑社会的韩国的黑帮打手。然而已经是30岁的他遇到了一个他不该惹的人啊，赛前他推搡殴打我们眼前的中国小伙，年仅22岁的中国功夫熊猫拳坛巨兽奥日格勒。好，奥日格勒的话有着将近400斤的体型，非常的恐怖啊，可以说是我们中国呢为数不多的重磅级选手。好，奥日格勒的话，小伙子虽然说看起来很肥弱啊，看起来很勇猛，因为他来自于蒙古，但是他却是一个性格很腼腆的小伙子。在前对方的韩国选手辱骂我们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搭理他，但是没有想到对方是得寸进尺，不仅辱骂我们，还上前来殴打推搡我们。所以说这使得一向脾气好的奥尔格勒今天彻底爆发了啊，赛前表示说要把对方打到泡菜都吐出来。好啊，还是非常的霸气。好，这场比赛的举办地点正在我们中国啊，万万不曾想对方的韩国选手啊在我们中国还敢这么猖獗啊。这场综合格斗比赛，你可以用拳，你可以用腿，你可以摔跤，你也可以用柔术。啊，奥尔格勒的话来自于蒙古，那摔跤呢是他最最最擅长的一点，但当然他的拳法也很厉害。好，比赛已经开始，让我们废话少说。红方选手奥尔格勒，蓝方选手是韩国黑帮打手金在勋。好，我们看，奥尔格勒一开始就站在原地啊，招呼对手放马过来。奥尔格勒今天在身形上的话还是有着绝对性的一个优势，要比对方呢重上100多斤。我很难想象啊，对方面对这么肥的这个奥尔格勒啊，竟然挑战我。那当然啊，对方也不瘦，280多斤。好，双方的换拳，很明显还是奥尔格勒的拳呢打得更凶。双方的龙面对局，200多斤的金在勋竟然选择了主动去压制400斤的奥日格勒。那对方的这种选择呢，和这个自杀啊几乎是没什么区别。好，连续的顶膝。这场比赛还是要小心，因为尤其是200斤以上的重磅级别对局呢，实际上啊太肥优势并不是很大，因为你的体能消耗以及你的这个体重啊会导致你的速度并不是很快。这场比赛奥尔格勒是400斤啊，将近400斤，而对方的话是200多斤啊，所以说从灵活角度来讲呢，对方的这个移动能力啊应该是更快。倒计时3分钟，1분 정도지났습니다。펀치페이크아우르거러가주자반응을했었던김재훈선수입니다。
끌어주고 있습니다. 왼쪽으로 돌아나오는 김재훈. 피지를 넓게 활용하고 있습니다. 김재훈. 오, 무슨 상황? 얼格勒 선택 休息一会儿. 但是对方的金在勋也袭击我们. 好, 已经过去了半回合的时间. 双方这场重磅级别对局呢，虽然说打的并不是很激烈。 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对方啊，这个金在勋打得太猥琐。好，不过我们来拼拳。好，又是来到龙边对局。我们看奥尔格勒的连续重击，击打对方的腹部。KG로 중장기전을 보고 있는 것 같습니다. 자, 허리를 다시 둡니다. 김재훈의 발목 받치기 네. 볼 수 있었고요. 어떤 뭐 워낙 무거운 아우르꺼였기 때문에 중심이 좋습니다. 또 네. 몽골 씨름인 부를 익혔기 때문에 뭐 잘 넘어가진 않는 아우르꺼였고요. 아. 好，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虽然说这样综合格斗比赛，但双方啊似乎都不是很想打地面，因为凭借奥尔格勒的体型呢，实际上把对方拖到地面是很轻松的一件事。위원의 말처럼 진행을 하고 있습니다. KJ에서는 머리 컨트롤만 살짝 해주면서 쉬어가는 느낌으로 네. 하고 있는 것 같습니다. 김재훈 선수는 모든 경기가 1라운드였는데 지금 1라운드 시간 거의 다 지났습니다. 네. 정수리를 한번 때려봤죠. 그렇습니다. 아우르꺼입니다. 아우르꺼가 지쳤다라는 이야기를 해줍니다. 역대 최고 몸무게를 찍었기 때문에 네. 전보다 체력적으로 더 부담이 클 겁니다. 그렇습니다. 자, 이렇게 아우르꺼 성큼성큼 접근했었던 김재훈. 아, 저 몸에서도 킥이 나오는데 아, 1라운드 마무리됐습니다. 好，没有错，观众朋友们，比赛第一回合已经结束，非常的精彩，一场超重磅级别的对局。双方选手可能打的有一些啊，并不是很激烈，但是我们可以从中发现很多细节啊。奥尔格勒呢，他是一个保存体能的打法，想看一下这个金在勋啊，究竟是有什么本领。 但是经过这个短短的试探，我们已经摸到了对方的底细啊，那对方就是没啥本领，就是对方最大的本领。实际上对方也是一直在尝试和我们来换拳啊，只是换不过。而且奥尔格勒的这个重击啊，我们的拳速要比对方还快很多。好，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双方第二回合的精彩对局啊，应该不会像第一回合这么平淡了啊，因为奥尔格勒热身完毕，那么接下来就是一场腥风血雨。 보여줄지 어떤 작전을 해올지 2라운드 시작했습니다. 김재훈 선수 달라진 건 굉장히 여유를 보여주고 있습니다. 네. 급하지 않게 경기를 이끌어간다는 게 선제 공격 네. 상당히 발전한 성장한 모습이라고 对方的金在勋在韩国的话是一个黑帮打手，据说这个家伙从小就是个混混啊，浑身纹满了这个纹身啊。 想借着这一身纹身啊，想吓唬我们中国选手，他可能不知道啊，我们中国呢，我们的祖国已经打黑多年，没想到啊，韩国的黑社会竟敢来我们中国，好啊，打完比赛你就别走了啊，直接跟我们的警察叔叔啊，这个吃顿泡面去。道具，这边是，움직임은없습니다，김재훈。 쪽에 이렇게 계속 넣어줍니다. 아우르꺼러. 최대한 못 맞춰. 최대한 못 맞춰. 최대한 힘들고 있어. 한 개야. 일발 딱 한 방을 노리고 있습니다. 김재훈 쪽에서는. 네, 실제로 아우르꺼러는 로드FC에서 3라운드까지. 오유, 무슨 상황? 와, 대방의 진재훈. 아우르꺼러的话应该是打到了对方的裤裆. 오, 这一下的话完全不赖我们啊，只能说对方的这个金在勋啊。 拿这个裤裆打我们的膝盖啊，对方打得很准，不得不佩服啊，韩国人的这个招式很厉害。好，我们仔细看。
对方很明显是拿着裤裆啊打了我们的膝盖，不知道刚刚的小插曲能否点燃两个人的怒火。好，连续的左右轮摆，顶膝高扫，哦，有机会，连续的重击。虽然说奥日格勒很胖，但是他的拳速很快，400斤的体型压到对手的身上，把对方压在龙边，完全没有逃跑的余地，还在打。观众朋友们，本场比赛让我们恭喜我们的中国选手400斤的拳坛巨兽奥日格勒斩获了比赛最终的胜利。哇，这场比赛真的是非常的解气啊！把一个嚣张至极的所谓的韩国黑帮打手狠狠的收拾了一番啊，确实很精彩。而且没有想到奥尔格勒的这个重击啊，轻易不出手，这随便一出手就打翻了对手啊，确实没有想到会这么重。好，本场比赛那打完之后，希望对方的韩国选手以后不要再嚣张啊，相信啊他也不敢再来我们中国嚣张了。哈哈，好，让我们再次恭喜我们的中方选手奥尔格勒斩获了本局比赛最终的胜利。那同时也非常感谢屏幕前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的收看与支持。好了，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